为早晚会失散，以为这样的伙伴都只为自己打算，往前每一次转弯，每次突如其来的意外，发现彼此做的伴已经没人能替代。我的孤单像只有你明白，你的爱恨也只让我感慨，让我们痛痛快快穿越这场人间的疯狂，让我们坦坦荡荡一起迎战人心的荒唐，来时路虽各有各自的梦想，只有我们在彼此身旁，没走散。难道幽冥之井被打开了？谁能打开幽冥之井？20年的苦熬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
你为什么要护着女娲的后人？因为我们不能恩将仇报。不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所以这个恶人是当定了。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他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对不起，林医师叔，这不怪你。现在救人要紧，他一定可以撑住的。那龙佑就托给你照顾了，我去找草谷师叔。别走，别走。别走。还是你来照顾他吧，我去找草谷师姐。师叔，龙佑，你一定要平安醒过来。他怎么样？他在里面，伤得很重，小蛮在照顾他。那我先进去。你不担心你徒弟吗？为何不进去？龙幽自有草谷师姐医治，定无大碍。倒是你，心病很重，需要人陪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选择，只是一直不死心，一直抱有期待。我知道，其实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现在更是大错特错了。我明白。你怎么什么都我知道，我明白的？你又明白什么？原来爱一个人那么苦，想放下也那么难。我们都是修道之人，
在人间的七情六欲中学习修炼，尝试身边的爱恨情仇。同样的，我们都会爱上一个人，同喜同悲，那为何要苦苦追寻一个结果，追求他到底爱不爱你？这重要吗？可这不会太遗憾了吗？乐于付出，哪里来的遗憾？承认你爱他，潇洒一回。即便他不爱你，那又如何？你能做到吗？我能，我相信你也能。此番一战，我们虽然将幽冥族暂时驱退，不过我们蜀山也损失了不少力量。这样吧，我们分头行事。我们去处理战后事宜，你回去禀报师父。一凡，你平安回来，我们就更有信心去对付他们，从而守护蜀山和人间。可大家要明白，下一次卷土重来，将会是灭世的那一天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哼，他要我亡，我偏不亡。走，那我们行动吧。我们可以一辈子在一起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太好了。哎呦哎呦，哎呀，我真是糊里糊涂的，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你们怎么了？我什么都没看到啊。青石师弟，你也什么都没看到吧？师兄，看你说的，我本来就什么也看不见。哦，对，哎，你看，天底下道行最高的还是我们两个呀。师父师叔，你们就别装了，徒弟还有事情要和你们禀报呢。哦，那我们在里面等你。
幽冥之井打开，灭世已经被放出来了。此番一战，我们已经感受到灭世的威力强盛难敌，而且很多师兄弟都因此受了伤，有些还身负重伤。现在太武掌门和御书师叔正在照看处理。灭世原来是一代幽冥长老的能量结合，能量无穷，如果被枯木所利用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哎，该来的总要来，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蜀山也要未雨绸缪，提前做好准备，等待最后的一战。幸好有云凡及时苏醒，还有龙幽的仗义相助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。师父，师叔，蜀山和人间存共存，亡共亡，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背水一战。好。半句虚言。当枯木得到那股幽冥力量之后，墓中无人，放纵幽冥的人在人间大肆杀戮凡人，肆无忌惮。现在的惊天教被枯木搞得鱼龙混杂，教众当中不只有幽冥的人，还网罗了一批小妖小兽。那些幽冥人慑于枯木，全都听命于他。枯木的眼里根本就没有龙幽和教主。这个枯木背信弃义，原来他就是利用我打开幽冥之井阴谋灭世。哎，我为什么不听云凡所劝，一意孤行，招来人间一场浩劫？糊涂，万劫不复。尊主，千万不要这么说。您不是也想大家一起和平相处吗？是啊，教主。都怪枯木，他为了统领两界不择手段，现在变成了赶尽杀绝，摧毁人间。龙幽，你醒了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头疼吗？腿疼吗？要不要给你输真气，替你运功疗伤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你把我照顾得很好，药不是端来了吗？给我吧。这是草谷师叔给你配的，喝了应该很快就好了。臭龙庸，你以后不要这么莽撞了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切记凡事要小心谨慎，最好智取，不要硬拼。真没想到，这种话，竟然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。你，我在跟你说正事呢。我知道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我龙幽是幽冥之王，天生命就硬。就算天要亡我，
我也会逆天而活的。我不会死的，别担心了。龙庸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是我让你担心了，谢谢你把我照顾得这么好。灭世被枯木放出来了，他现在已经拿出了这股强大的力量，若是野心膨胀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要去找云帆，回傅天鼎看一看，这会儿傅天鼎说不定已经出了乱子。嗯，我知道，我们一定会阻止枯木危害天下苍生的。嗯，现在快把药喝了。所为人神共愤，完全违逆我本意。我命令你现在立即住手，停止一切伤杀危害人类之事，否则别怪我取你骨血祭天下。什么？你命令我？江教主，幽冥铁律自古谁强谁就是王，我现在掌控幽冥界、人间、敬天教，你还想跟我比什么？你这不是以卵击石，自取灭亡吗？啊！我念你打开幽冥之井有功，我就不多计较了。你就不要再多管闲事了。枯木，你目中无人。哼，既然大家都来了，好。那我就让你们听听我的计划吧。不错，我就是想做出一番大事给你们这些胆小的人看一看。龙佑、江世离，既然你们妇人之仁，那就由我来吧。胜我者胜，逆我者亡，我就是想做整个天下的神。就算是杀光人间所有的人又如何？就算女娲又能奈我何？有我江世离在，你休想！江教主，这伏羲剑乃神族之兵器，你幽冥之力强行驱动，破坏封印，你以为自己很安全吗？你现在拖着一个被仙剑反噬的病体与我周旋，你这不是自取灭亡吗？别冲动！师父，我们回来了。云帆怎么样？枯木已经走火入魔，愈发狂暴。他誓要杀光天下所有人。天下正义竟然被一个骗子踩在脚下，错在我。我会去解决。不，这件事情不简单，我们所有人都会尽全力一起解决。看来枯木灭世计划迫在眉睫，我们大家现在应该积蓄能量，准备大战在即。江教主啊，
你也不必太过自责愧疚。蜀山与敬天教这么多年的争斗，不过是立场不同。至于枯木的阴谋，你也是不知不罪，就不必太过内疚了吧。我江世黎一手创立敬天教，承载着所有族人的希望，我一直都在为他们所遭遇的不公而奋斗，想让他们在这里也拥有一片净土，大家可以互不侵犯，和平相处。哼，现在看来还真的是时机未到啊。所以造成眼下这一切的不只是枯木，还有我。教主心存大义，在我心中也是位侠者啊。若是有来生，势力愿与道长痛饮几杯。一定有这个机会，一切都还有希望。我的徒弟，你的儿子，我相信他会是一个改变这个天下的人。哎，你说他怎么还不回来呀？都出去这么长时间了。江世伯不是说他出去散步了吗？他一会儿就会回来的。玉柔，他是敬天教教主，在咱们蜀山散步，我怕师兄们看到他，而且咱们蜀山的路径错综复杂，我怕他会迷路啊。玉柔，你笑什么呀？我在笑你和你爹真是一对亲父子，表面上嘴硬说不关心对方，其实内心比谁都关心和在乎。我有吗？哎，好了，你爹回来了。江世伯，你回来了。这几天可能你要暂时住几天天机宫的偏房，你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，我帮您打点。谢谢你，玉柔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不是说你要带你爹去品尝蜀山的美味吗？啊，我。对啊，我。你刚刚还这么说的。啊。是。哈，好啊，我正好也饿了。走吧。好。爹，你快尝尝这个。嗯，这可是蜀山的特产豆腐花。好。我呀特别爱吃这个，想想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可以边赏风景边吃着豆腐花，也是人间极致啊。你什么时候这么爱吃豆腐花了？你之前还嫌天天吃素呢。那不是我以前不懂得珍惜吗？现在想想看，还是豆腐花最好吃。好，既然云凡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一定要尝尝。快尝尝。怎么样？嗯，人间美味啊。云凡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什么，我再去拿些吃的过来，你们等我一会儿。玉儿姑娘，这么多年没能陪着她长大，我心里的云凡全都是愧疚。幸好他现在身边有你，你能照顾他，我很放心。雨若姑娘今后要跟云凡好好的过下去。嗯。以前他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好的，那我这个当爹的先替他给你道个歉。伯父，你要答应我，千万不要离开他，让他孤身一人，好吗？您不要这样，
云凡他一直都对我特别好，我不会离开他的。一个大老爷们儿的缝缝补补的像话吗？都是女人应该做的事儿。拿来，我来干。老爹，你是女人啊？是。哎，混小子，拿过来。我自己来吧。我江云凡上得了天，下得了地，补个衣服还能难住我吗？怎么着？跟你亲爹和好了？什么和好不和好的？人家都知道他是我亲爹。看着他穿一件破衣服到处乱跑，我这脸往哪搁呀？你做的是对的，毕竟他是你亲爹，你应该孝顺你亲爹。何况他现在呢，也不是当年的妖王了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能够找回心中的那一份善良，这是多可贵的事情。老爹，吃醋了？滚一边去！来，我教你。我这缝的也挺好的。什么呀，跟狗啃的似的！你看看，记住了啊，这边得压住了啊，压住以后呢，再给它折过来。缝的时候啊，这针脚得均匀啊，别粗针粗线的。还有呢，小心别扎了手。行了，我替你开个头，剩下他自己缝吧。好。爹去哪儿了呀？师傅，你看见我爹了吗？我找不到他。江教主一早离开了，说有事要办。他在离开之前，托我把这个交给你。云凡，怎么了？是江教主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爹把花种留给了我，他是不想回来了。傅天定，我要去找他。幽冥的大军吾日将重整旗鼓，围攻蜀山，彻底消灭蜀山七圣及所有弟子之后，两界众生将在我枯木掌控之中，由我来统一天下，就算是女娲也无法阻止灭世。
主，教主。叫教主之位，岂是你这个卑鄙小人可做？我被你阴谋利用，打开幽冥之井，助纣为虐，放出了密室，但我绝对不会放任你危害人间。江教主，你别忘了，我一直是站在你这边的，蜀山才是你真正的敌人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就是明白的太晚了。与其这样无谓顽抗，还不如我们联手攻打蜀山，拿下两界，我们平分秋色，如何？想要灭蜀山，消灭人类，先问问我手上的仙剑。我江世离，就算是粉身碎骨，拼上这一身的功力，也要将灭世彻底铲除。既然你非要来送死，那我就收了你这条残命。
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一边用力看穿夜的黑，一边在看不懂光的明媚，一边不再计较是和非，一边想分清错对，怎样选择开始才能脱险阱，怎样改写命运，说来才不后悔，我们的殊途还会不会同归，我们找到的自己究竟是谁，有多少心，有多少悲，好好结尾，怎样改写命运都没理由后悔，我们的殊途管会不会崩溃，至少一场